Xinke锻压机床有限公司，坐落于浙江省湖州市经济开发区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。Xinke锻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，致力于大中型数控、伺服、高效、节能等液压机和机械压力机研发制造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，以及自动化、模具、工艺成套设备研发、设计、制造，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、航空、家用家电、锻造、军工、新材料等，尤其是在钣金成型、冷压成型、热压成型、复合材料成型、粉末冶金、内高压管件成型等领域，Xinke锻压产品已远销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、印度、罗马尼亚、墨西哥、南非、巴西、沙特、埃塞俄比亚等十多种国家，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、高效、稳定、节能的产品。代表产品有 Y32 系列四柱液压机、Y27 系列单动薄板冲压液压机、HY61 系列金属挤压机、Y71 系列玻璃钢制品专用液压机、Y79 系列摩擦材料液压机、Y30 系列单柱液压机、YST 系列三通挤压液压机、HY49 系列挤压液压机、Y28 系列双动薄板拉伸液压机、GM36 臂式双点机械压力机、快锻液压机、钢丝缠绕液压机、多项磨锻液压机，以及各类液压系统和油缸等十多个系列100多种产品。Xinke锻压秉承以质量创品牌、科技创新、诚信经营为理念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设计与控制技术，不断提升公司产品质量，与国内知名院校浙江大学、宁波理工大学等组织学术研讨和长期合作，与湖州大型加工企业阿翔重工达成战略合作，从一块钢板开始切割、焊接、热处理、机加等工序，保障公司关键结构件的质量。Xinke锻压根据客户产品要求进行设计、加工、装配、调试、检验，旨在为客户打造质优经济的产品，为客户进行利润的增值。Xinke锻压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、欧盟 CE 认证，按照国际标准对压机质量进行严格控制，完善的管理生产体系及售后服务跟踪回访体系，使我们产品赢得客户的广泛好评。Xinke锻压将继续以创新为驱动，诚信经营为本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。